它会有效的提高我们髋关节的力量，同时呢，你会感觉到髋关节非常的舒服。很多的老年人髋关节会出现弹响，你比如说我把腿打开收回来的时候，出现嘎嘣嘎嘣的响声，甚至呢做一些动作的时候，髋关节总有一种不适的感觉。其实你的髋关节力量不好了。今天教给大家在家里做一个壁虎爬墙的髋关节的专项练习，非常简单。面冲着墙，这个时候两个手扶住墙，我们抬这条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们这个壁虎爬墙的动作呢，它实际上是增加我们髋关节抬腿和抬腿用力的一个动作，它会有效的提高我们髋关节的力量，同时呢，你会感觉到髋关节非常的舒服。